这是秘书，我是刚刚六所长了。2014年12月14日，瑞芳空降鲁翁，20:58船牌4，有列车中。啊，你们看到欧北黑白色火车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个是绿色，还有另外一台黑白色。没有注意看了。还有12辆的。还有一台12的，黑白色的，自强号。然后说台铁就是有钱，有钱买车，没钱加薪。什么？啊，有钱买车。对呀、啊，对。我那么久啊！哎，阿福军呢？12、35次就。有没有12、35次啊？就鸳鸯岗北湖的圈了。好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给我们打一句光片子呢，拜拜，谢谢各位大家。